游戏呢开始公测，公测的就已经开始玩了。那这是我第一次呢玩 online game 玩那么久，第一它这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的漂亮，包括整个在动画的剪影，还有甚至人物的影子哦，都刻画的相当的写实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玩这款游戏让我觉得相当容易上手。对，谢谢。那我今天呢就是要接受大家的严刑拷打了。有关于呢，我们这款游戏当中，未来呢，在4月28号要做改版当中呢，让我们所有的玩家呢，可以抢先知道呢，我们最新的资讯。那么从4月28号呢开始呢，我们将正式呢，我们全新的改版，是我们勇闯炎龙蜜穴。让我们试炼晕倒弹，证明你们拥有打倒雷王星的能力，开创与你们的新时代吧！各位玩家遇到雷瓦利，应该也不会轻忽他的实力哦。那大家都建议要全台湾各地的联络在哪里，透露一点点，在网络上没这个还没有发布过的这个消息，好不好？你主持人需求在到，我个人有需求来，没有先问。这边的打法就是，如果说组成一个十人团一个队伍的话，那个队长记得把各位都编一个号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你记得用药水去做，因为药水是交集。那个雷瓦丁一些技能的一个重要物品，那个药水会有波荡时间，那它发作那些技能的也有那个它的时间，所以说要按照顺序去发挥比较好。会复活之后减免一些那个经验值，希望它就是它复活之后它的那个使用惩罚会少一点。哦，它使用惩罚少一点，哎。如果你在玩游戏之前呢，先吞一颗原神石的时候，我就是大概这位玩家那希望值大概多少呢？10%，80%左右。值大概多少？我们会去讨论一下，因为这个没办法，对，现在对啊。应该是武器过传点和小生命复活的武力时间可以缩短，秒变一秒。对，跟一个时间限制是应该是对，但是。到底时间应该是三秒好还是一秒好？我们也是不是也请了我们主程式设计还有制作人回去再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因为为了整个游戏的这个平衡，武器和装备加成，嗯，因为他说那个设计的那个效果，嗯，比较效果有限，是不是？好，加四、加五或加六。而且我们在这个设计当中有差异吗？蓝装那边跟绿装跟白装都完全长不一样。现在我们那边就是合成那边已经有做，各位应该知道，就是装备那边加4以上就会有彩带出现了。之后比如说蓝装得到之后呢，就是它的一个精细度跟它的一个漂亮度的增加，这是基础的一个我认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强化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它至于要不要加一些特效，我们就回去讨论一下，因为有些玩家他不喜欢画面太乱。好，可以告诉我们81T 仰赖钱要怎么赚比较快？来，后面这位怎么样？转蛋，哎，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建议。觉得怎么样赚钱比较快？大家觉得？来，这位帅哥。像最近不是有那个吗？合成草爆石油的秘密吗？很多人他们会去收集那个微光的那个魔法石啊，然后因为那个是要充油币、石油币，那就把它做成那个微光石，然后拿去卖就罢了。那额外要换那两件装备要8。哦，就是十个人去他才出4支钥匙，那朝向就是里面的报酬部分的一个调整，报酬率提高了。对对对，魔药那边的那个报酬啊，就是跟五人这样子是加倍这样。嗯哼哼，对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有个玩家有一个很不错的建议啊，我觉得呢，我们制作团队呢可以考虑看看，例如说。我们每天呢可以固定呢出现一些小活动，例如说在某一个地图出个小王或者小副本哦，让那个增加一些选择性。那游戏当中除了原本的这个游戏当中，就好像我们之前有打年兽啦，什么类似这样的。这部分其实有规划啦，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就目前已经有的未来一些新功能赶快的赶工。那这些东西的话，那其实事实上我们是有在内部有在做规划。哦，如果遇到枪跟人子，赞成的举手。能先听他吗？听不到，因为没有那个金阳路上抢着一出生。对啊，我今晚录入围。事实上是我们之前进的设定是这样子。那这样，接下来的话呢，
在二房的时候，他会变得比较不一样。枪兵的极限回避有30秒，为什么那个剑士的盾避只有10秒？我是不懂说为什么会设计是盾避只有10秒，就是、这样设计的那个原因是什么？是算一下，因为我们在做兵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职业这样子慢慢一个扩大。那其实剑士呢，他的轻质机实在很多。那这时候如果说让他的攻击性强的话，他防御性又强的话，其实我们这边防御性很好。来，好人卡发行结位。那弱势团体，英雄中。报告名字都可以抽虚毛一次，好不好？每个人可以抽一次。